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，这一立场是一贯的、明确的。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停止售台武器。民进党当局企图以美谋独、以武谋独，只会给台海地区带来兵凶战危，将台湾民众推向危险的境地。民进党当局应当立即停止损害台湾同胞切身利益、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的行径。